磨不单行嘅嘢。嗯，啊，好似呢个咁样。啊、上个星期先沉完轮啦。系啦，上个礼拜吓。再讲翻少少先啦。系，吉船未沉嘅，其实。你妖，我谂住未讲到，你又突然间讲咁点啊？啊，讲呢个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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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船我突然间会讲嘅。嗯，吓、啊，讲呢个先啦，咁样，咁呢个就喺元朗嘅嗰个叫做死啦，嗰、那个叫咩站啊？元朗站，跟住系啦，朗屏站对出嘅一条电缆天桥嚟嘅，嗯，啊，咁样，哦，我真系从来，我以前我住洪水桥嗰阵时都常去经呢个元朗啊，我从来冇留意过原来有条咁嘅嘢，啊，我都冇啊，系咯，我有次经过都冇。吓、啊、咁，可能你以为一条普通天桥啦，系啊，系啊，吓咁原来一条咁样嘅天桥好捻大镬噶、哦，嗯，好捻大镬噶、哦，咁你原来一条桥入边，我唔知道有几多条电线，有几多条电缆啦，嗯，成个天水围冇电噶、哦，系可以。系啊，因为咧，我听有啲工程嗰啲人讲咧，有即系佢哋有投标嗰啲，佢话咧因为要平啊，吓，所以咧因为佢又要平，又系价呢啲嘢都系价低者得啊嘛，唔系啊，因为中建咧有个你即系有个机制，佢基建咧唔可以整得太贵，所以咧为咗平咧，所以佢咧好多可能你四五条电缆就摆埋一齐。咁样平啲整过去啊！屌，我是但啦，反正佢讲我都唔识嘅，我都唔识嘅咁样啊！咁啊一停啊停咗几日，咁跟住但系最搞笑咧，最搞笑咧就系呢个说法啦。嗯，啊，咁啊中电电缆桥起火焚塌啦，咁样。包括有四条村啦，包括天晴村、嗯、天悦村、天泽同天富苑，啊，两万户啊，足足牵涉到有两万个家嘅屋就冇电啦，咁样。佢又搞笑，佢呢个说法系料需两个工作天抢救啊！好彩佢点解我就奇怪啫，系咯？点解佢会写工作天嘅咧？嗱，佢件事咧就廿一号发生嘅，我记得系咪廿一号啊？系啦，廿一号发生、啊、上星期二，系啊，星期二咁佢两个工作天咁，我当你问极都系星期五啦，即系嗯，其实唔需要唔使嘅，佢因为佢十八个钟头就已经搞掂咗啦。啊，唔系，即系佢呢个咁讲啫，不过呢个佢好彩。哦，唔系啊，咁如果俾我，我都系咁讲啦。唔系我，但系你奇怪嘛？两个工作天咁，如果我星期二发生，唔系，即系我讲将个时间讲长啲，哦，唔系讲佢系啊。唔系，但系你都奇怪噶，你点解要强调两工作天呢？系啊，如果真系好搞笑，如果星期五烧，系啦、啊，如果星期五烧嘅，你话要两工作天，咁我咪要等个星期三，即系、啊、星期六、星期日唔翻工，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三先搞掂。系啊，因为我爸爸冇电冇咗五日，我成个雪柜啲嘢唔要得，咁咪佢咩？佢当咗自己换身份证啊！咪系咯，点解要两个工作天咧？我都谂嘅，我就喺呢啲字眼，我谂极都唔明。嗯，可能系想讲两日啫，不过佢你知啦，而家中意拉长啲说话嚟讲噶嘛，系咪啊？令到本身冇脑嘅说话，佢更加冇脑，一啲冇脑嘅说话讲出嚟，显得好似有智慧啲嘅。系啊，但系原来都系冇脑，就好似呢啲咁啊。元朗冇信号啊！佢要靠 WiFi。WiFi 啊！你都唔知点靠 WiFi 咁样。当然啊，佢可能讲紧元朗受影响嘅范围又唔算大嘅。系啦，有啲又有啲冇啦，有啲有啲冇啦。但系好搞笑喎，靠 WiFi， 屌都冇信号。咁样啊？咁啊，佢都算好彩噶啦。呢一单嘢就都叫做哇，冇人伤心得都几快，真系。哇，系、哦，突然间停电断咗、哦。不过唔系啊，我怀疑嗱，唔系条都唔关条桥事啊，即系你突然之间冇电咁、嗯、大范围冇电咧、哦，即系你唔会有啲咩譬如医疗器材出问题啊，系啊，又或者系运 lift 啊，
哇！屌，其实真系好捻好彩喎，讲时讲系啊，定系其实有我哋唔知咧？唔系，可能你停电停到咁啊，即系嗰啲可能你运 lift 嗰啲佢冇报啫，可能你座座都运噶啦，系咯，唔会唔运噶系嘛？当日系呢个时间咁严峻疫情之下，大家已经晨早翻晒屋企，冇唔会啦，嗰阵时都系放假嚟噶嘛，系咯，嗰阵时都系好奇怪真系。可能嗰啲運力嗰啲冇報咯，應該係。同埋醫院佢自己都有後備電嘅。哦，係醫院有後備電嘅。不過當日嗰、那個即係、就是、一有呢件事嘅時候咁啊，警方啊就發出呢個聲明啦，就話即係發出呢個通告啊，就話佢哋會加強巡邏嘅。冇用噶。係啊，我都覺得係冇電啊。冇用噶，而家冇电，唔系都唔系冇，都唔系冇电啊！咁你哋系咁噶嘛？有事系会拧转面走噶嘛？即系咪你加强巡逻咁点啫？屌你妈！你见到有班白衣人系嘛？勒住啲藤条追紧住几百人，追住几百人嚟打，屌你妈！你都系掉头走，系咪先？屌点靠你啫？大佬，你元朗嘅警察系啊，大佬拉闸算系咁啦，咪咯。啊，所以我哋头先讲啦一样嘢，我头先我冇话有事你都系打999号嘅，住元朗例外。啊，系啊，住元朗例外。住元朗例外，因为元朗就系玩电话嘅。系啦，住元朗咧就你就算遇到有人喺度后楼梯度放火，我觉得你只能够自求多福嘅啫。系啦，系真系自求多福嘅。报警都未必帮到你，真俾你真一俾人屌鸠你玩电话，已经有30000个人打咗嚟讲啦。系啊。啊！集咩啊？佢嗰日系个佢好卵閪嗰个字眼系咩啊？咩集体瘫痪？咩瘫？系啦系啦，故意瘫痪我哋嘅报案系统咁样。屌你啊！系啊，所以你真系你唔好搞啊！系啊，你话就算你见到人强奸只猪，你都掉头走算啦。系，你都系即系你加入啊？系喎，系喎。是啊，如果不是你快点，我都是你在元朗住的都是掉头走好的。不是我们刚才上述所讲的说话就是就是我们刚才做了几久做了半个钟啦、啊、做了半个钟。整个钟啦 ,51 分钟啦其实。啊是啊做了整个钟啦、啊、我们刚才51分钟所讲的东西是元朗除外啊。是元朗除外。是元朗除外。是啊。系啊，因为我嗱，唔系咁我唔知过咗两年之后情况会唔会有改善啦。因为我经验唔再喺元朗住，我都即系我冇理由走去试下元朗报警咁样噶嘛，咁样啊。其实真系我几次啊，我老婆话咩要去买嘢嘛，个不如去元朗睇下，我话唔去，话元朗唔好去，元朗我惊危险，元朗危险，系啊。冇性噶嘛啲人，包括警察，有冇警察都唔知道。落闸嘅，系咯，落闸嘅。黐线，佢有事发生，佢可以落闸嘅，大佬呢啲地方点去啊？我不如去印度安全啲啊！屌你，虽然有国安法镇住啫，但系唔知国安法喺元朗适唔适用噶嘛？系、啊，元朗国又唔同噶嘛？唔系咯，元朗国又唔同噶嘛，大佬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就呢个世界，所以但系唔系有原因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关于香港警察，即系喺元朗嘅警察系有原因嘅。你睇下呢几份报纸，你就知啦。嗯，呢个就系22号嘅各大报章嘅头条啦，《明报》、《东方》同埋《星岛》都系用呢一个屯元天大停电嘅，唔关屯门事啊，我唔知佢点解会讲屯元天啊，屌你，《星岛日报》。啊！涉嫌发放假消息，我觉得呢一个啊咁样吓、啊，即系邓炳强同阿李家超最捻憎嗰种啊，团圆天关屯门咩事啫？啊咁样咁咧，但系咧，你又睇下另外两份喺香港，即系目前嚟讲就即系最畅销、重要系啦，至为重要嘅报纸啊，啊《大公报》同埋《文汇报》。嗯，内文有冇提我唔知，但系呢件事。全个天水围停电嘅呢一件事，竟然唔系头条、啊，即系你宁愿讲呢啲嘢，你宁愿讲呢啲嘢，吓、啊、总书记心系香港，
我知嘅，其实我哋都知。唔通我哋唔通总书记会话有鸠你得你死咩？我任何时候我都知总书记心系香港噶啦，我使乜你大公报提我啫？真系唔使。但系系啊，但系天水围发生咩事？系啊，但系天水围发生啲咩事？我好想知啊嘛。嗯，系嘛？如果我平时睇开你噶嘛，冚得烂啊！屌你阿妈，我要买多份苹果啊，唔通？屌你阿妈，呢个仲好笑，文汇报呢个仲好笑吓、啊，我唔知佢好似将佢好似两求其大公报插落去，系啊，搵两条题，然后大家倒转嚟报就算噶嘛吓。结果为目标以拐民困，你使乜你讲咧又？我话知李家超以乜捻嘢为目标啊？总之依家佢就系香港嘅特首嘛。过多几日，我理论得佢以咩为目标啫？嗯，黐线嘅，全力以赴让香港明天会更好啊！唔都 hea 住做啊？佢话俾你听，不过冇电咯，系嘛？系啊，但系冇电咯，明天会更好，但系冇电咯，冇电咯，香港系好捻繁荣稳定啊，但系冇电咯，屌你咪！但系在于你文汇报嚟讲，奇捻怪，真系奇捻怪，好啦，好笑，即系你睇到呢啲，你睇到即系。嗯，连少少正正经经做嘢都唔肯做咧，你做成咧、啊、就做鸠文文买些无鸠为嘢啫。系，唉，总书记心系香港，屌你老味，我要你大公报话我知啊，黐啦，我日日都知，你唔使讲我都知啊，我日日都知啊，真系，你两公报黐捻线，跟住啦就啊。总书记关心我哋，梗系梗噶啦。唔系咯，黐线嘅，唔通佢有鸠得我哋死？戆鸠咁样。诶，跟住啦，跟住啦，去到24号啦，24号，诶，6月24号，即系上星期三，唔、系上星期五，啊，突然之间传嚟，原来珍宝海鲜坊冇沉到、啊，佢仍然喺西沙水域嘅海面、啊。嗯，乜又会咁峰回路转嘅呢啊！唔通佢真系咁嘅？看见太平洋啊！系咯，呢一个系阿叶伟清画嘅，系啊，都历史香港嘅漫画家，香港重画，香港重译，香港重机，重机系啊，系啦吓，佢有一个系列噶，佢出咗书展都出过本画集嘅《香港重机》咁样。嗯，佢有啲 van 仔啊、巴士啊、变机械人嗰啲 figure， 佢都有出到噶、嗯，其实有啊，咁样系。不过咧，佢一本书我系唔会买嘅。有呢本书咧，好搞笑啊！佢呢本书咧系咧，你喺成品咧你揾唔到啊，但系你喺儿童部先揾到佢呢本书。吓，系啊。咁都叫有啊？做咩啫？系啊，咁样啊？等先，系咪就系呢？系好似系呢个系列啊？呢、个系列嘅机械人，佢有啲出咗 figure 嘅。嗯，系啊。你去嗰、那个算啦，我唔会话俾大家听喺边我得卖，我系唔会帮衬嘅。屌个老味，咁样。咁啊，咁啊，消息嘅传嚟啦，定系一个就话未沉啦咁样。而最搞笑嗰样嘢咧，就系今日。咁啊，真咁啊，你话未沉，咁啊，咁啊，都系你讲嘅啫。我一日都未见到条尸，我都唔知佢竟佢生定死一样。系啊，系啊，系嘛？但系点解又影下相翻嚟咧？西沙水域啊，点去啊？香港另一点记者去啊？唔系啊，佢有个船东，即系佢有拖船噶嘛。屌，全船都冇一部相机，有几期啊？都有个电话系嘛？影到都 send 唔到俾你啦，可能。哦、可能啦、啊。边有信号啫？可能啦、啊。唉，冇信号咪靠 WiFi 咯。我鸠讲嘅啫，其实我唔知点解嘅，咁样。唔知啊。好啦，咁啊，但系问题就呢个啦。咁啊，去到今日。哇！呢个好笑啊，你错。系啦，香港仔。飲食集團咧就最新嘅聲明，咁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收到呢一個佢沉船嘅消息之後，我哋都作出過一個創作力量同幻想，就係話，屌想掉垃圾又唔想煩，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啦。因為註銷船隻，我記得係一件都幾撚複雜嘅事情嚟。要噶，要拆噶，要將佢拆開。係啊，係啊，咁樣。咁然後掉啊掉啊！
系啊，系唔系凿埋喺水喺个船底凿个窿，有家得佢沉就算噶嘛，咁样。咁但系佢就真系似做紧呢样嘢咯，今次啊，咁样。咁而咁佢啱啱今日咧，佢就发出咗个声明啦，咁样澄清啊，就话唔会因为海鲜方损失而获得任何保险赔偿。嗱，其实我从来冇谂呢样嘢嘅，边有保险公司受理啫？依家你都唔要咯。完撚咗㗎啦，你嘴部就算你之前有同佢买保险啊。嗯。由你唔再运作要拖佢出海，冇人去承担去承接呢一门呢一架船去做佢继续营运嘅时候，你嗰份保险其实已经系 stop 咗㗎啦。嗯。黐线嘅唔通咁点啊，过多三十年你咁唔通份保险你都仲可以攞去 cam 唔通。你架船摆三十年佢保你三十年喎，戆鸠嘅咩。从来都冇人讲过系呢个保险嘅问题，吓佢系咁啊，佢亦都有强调啊，离港嘅航程系遵照国际海事规定和惯例，航程冇问题啊，问题你去到嗰度你点样做啊嘛，系啊，吓且过去多年来已尽力保存海鲜坊，因为你想有人接手啫。我觉得咧，咩啊？其实咧，你之前咧睇到有一个新闻，有一个片段咧，就系讲将一个唔知咩海鲜坊咁样移去菲律宾嘅，哦系，佢摆咗上个等船上面噶嘛，系系啊系啊系啊，边去噶嘛？因为其实你呢架佢虽然系一架海鲜坊啫，但其实唔系俾你行噶嘛，系你咁样行嘅时候，你咪一定系预咗去沉咯。我冇掉啊，不过自己沉啫嘛。系啊系啊，其实严格嚟讲，乱抛垃圾包括头皮，系啊。啊！但系问题系，当你喺个法官面前，佢都要同我甩头皮，我唔想噶，又系冇人想甩头皮噶。系啊，系啊，系嘛？甩头皮如果头皮都有得特登跌嘅话，屌你乜每人5000啦？系啊，千五啫，就1500啦，吓。系成五比599支，记住。系我成日以为599支，系嘛？唔系，你其实你一拖出去，你就预咗去沉噶啦。系啊，系船嚟噶嘛。系啊。唔，佢唔系船嚟噶嘛，其实系啊，真系唔系。严格嚟讲，佢唔系船嚟噶嘛，唔系咯，佢系一个餐厅嚟嘅。同埋冇人估过你想 cam 保险，嗯，即系你突然间你咁样行出嚟咁样讲咧，我觉得就无私显见私、啊咁样。然后因为你冇理由咁儿戏嘅，一架咁样嘅海鲜坊，即系我姑且都继续称佢为船啦，佢外形系一架船啦 ，OK。沉与唔沉之间个说法可以争咁远嘅咩？20号晚话沉咗，24号你又同我讲冇事，咁得意可以咁噶？可能咧就系签唔到保险咪话唔沉唔好沉咯？咦系喎，系喎，签唔到沉咗啦。系喎、哦，吓、啊、保险唔赔噶，哦咁佢未沉咯，可能佢就咁啱问啊，嗰几日问，喂，我架船沉咗、哦，你保险公司，我同你倾下啲保险嘅嘢，唔包噶，你运咗去嗰度唔包噶啦，系啊，吓、啊，咁啊继续搵水鱼先，睇有冇人落搭咁样，屌你都，但系唔知系点样喎，佢咧虽然话唔沉冇沉啫。但其实都不知道这架东西，即是这个海鲜坊现在的状态是怎样，它究竟反转了，沉了一半啊，还是怎样呢？啊，真的不知道。其实你问我，即是那些人说什么历史意义，即是我即是譬如好像陈云他说的那样东西、嗯、样他说这些你就算你不喜欢你都要保存它。嗯，啊、即系佢有提到呢一点啦，因为其实你话文化承传嘅嘢唔系，即系佢讲嗰样系咩话？我都唔系好记得，唔系我认同嗰一点嘅、嗯，我认同嗰一点嘅，即系有啲嘢系应该系要保留嘅，你先至系有翻嗰、那个，即系叫做有翻个香港嘅画面啊嘛。嗯，系咪？所以我都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嘅，即系你其实你对问我咧，对呢个香港仔之珍宝海鲜坊，其实我真系冇乜感觉嘅。系啊，我冇感觉噶，其实。啊，我冇乜感觉嘅，即系我亦都听过不下止一次啲人讲，去乜鬼嘢，一呃游客噶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啲、啊、鬼佬先上去食龙虾伊面噶嘛。咪咯，即系你都不下一次系咁。其实喺我心目中都系嘅。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庸俗嘅中国装饰、中国文化。可能呢个都系，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咧，我哋呢一代就应该就比较喺对呢一方面个感受系会大啲嘅，就系、是、你对于食好嘢系冇咁着重啊，系啊，即系我咧，尤其是系、啊、我哋系咯，我其实我身边其实唔系啊，其实我啦 ，Sam 啦，吓、啊，其实你都系。系，我都好有餐，唔好有餐嘅。系啊，即系我唔会好强求话啊，过时过节，我哋要食餐好嘅，边度食餐好啊？梗、系去鲤鱼门食海鲜啦、啊，咁样你唔会咯。黐线，我食海鲜，我大把地方选择，做咩要走去鲤鱼门咁捻远啫？系咯、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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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个意思咯。嗯，不过我哋屌我买两只圣旨花鸡打边炉好过啦。其实我哋三个，我哋三个都少特登要去食咩好嘢、啊，因为我哋去旅行都唔、嗯，我哋去旅行，我哋都唔系谂住搵好嘢食啦，但系啊，因为净系搵到，净系搵到可以食烟嘅咋你，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哋三个会有一个情况就系、是、我哋唔使应酬，嗯。我哋唔使话咩啊！今晚约咗个客食饭，我哋从来冇，我哋都唔使做呢啲嘢嘛。即系如果你系有嗰啲咧，你就难免啦。哇！今晚约咗个客，我去边度食饭好啊？屌唔通真系求其食个扬州炒饭咪算啦，做咯咁样。楼下食个牛腩饭咪得咯咁样啊！即系你唔可以啊嘛！即系你变咗就系你有啲人又会，你就点都要去搵啲嘢食咁样咯。或者我哋系从来唔使做呢啲嘢嘛。嗯。可能尤其是到而家咧，即系到而家嗰啲新生代咧，对于食好嘢啊，或者可以喺啲餐厅度打卡咧，已经系佢哋一种生活嘅日常啊，系日常生活嘅习惯啊，同我哋就当年就其实就真系争好远啦。我哋当年就做冇呢啲咁嘅嘢，系，所以佢哋周围会揾啲即系唔同嘅餐厅啊。系啊，同埋你依家你又唔系够咁噶嘛？譬如你后生嗰代，我搵杯咖啡打卡啦，我唔会搵个龙虾伊面打卡噶嘛，系咪先？我打份西多士，我都唔会打虾多士噶嘛，系咪？好现实嘅呢啲嘢，打条石斑，系咯，打条石斑咁样，打条石斑，哇！你听到条东升。两斤几重 啊， 我自己行出去钓鱼都好，打卡都好过去同你条东升班影啊嘛，打卡啊嘛，咁样可能系啊，有呢啲咁样生活习惯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啦、啊。所以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呢啲咁嘅即系可能系咩海鲜坊啊，嗯，或者系即系你有呢啲咁嘅比较庸俗嘅中国文化喺里面嘅。餐廳啊，或者地方咧，即係好似上海灘咁啊，以前即係嗰間賣旗袍嗰間嘢，你唔會入去噶嘛，你一睇就係賣俾鬼佬噶嘛，係啊，啊，即係同珍寶海鮮坊一樣啦，係啊，珍寶海鮮坊咁，你一睇你知間嘢係鬼佬先去食嘅，但係你又冇話喎。中環以前有一間叫做唔知感受定係即係類似上海灘咁樣嘅，佢係賣嗰啲。旗袍啊、唐装啊咁样噶嘛，嗰唔知叫锦乜鬼嘅，仲喺中环嘅，仲开紧嘅咁啊。佢特价嗰阵时，我买过衫啦，喺入边。嗯，即系我有一件唐装，过年嗰阵时着嗰件咧，我咪嗰度买咯。三折啊，大佬！我喺佐敦嗰间御画买嘅。哦，系啊，买呢啲梗系去国货公司买噶啦。黐线，我去台湾买嘅，之前仲有一件，你啲咪卖俾鬼佬咯，佢卖俾外国人，咪卖俾你咯。黐线，边个关事？喂，好啦，咁啊，既然珍宝海鲜坊未寻，咁我搵翻佢翻嚟咯，搵翻佢翻嚟咯，系嘛？系咯，即系同香港人交代下都好啊，系咯，系嘛？好过大家咁样。估下咁样，一阵又屌错人，咁就唔好啦，系咪先咁样？但有个人咧就唔会屌错，
啊，边个咧？啊，起势咁屌柒佢就啱噶啦。嗯，啊，呢、這、一个就系边个咧？喺、嗯、就系系咪真系先？系咪真系先？陈国基啊！啊，啊哦，系啦吓，咁、啊、样咁啊，陈、嗯、国基。嗯，同埋呢个呢、这个仲有曾国伟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嗯、感染新冠肺炎、啊。嗯，啊，我啊真系估唔到，睇下依家即系依家呢啲做官嘅人都上都仲系咁污糟邋遢咯。系啦，屌，我哋咁捻努力防疫，嗯，就系、是、俾你呢啲人搞弯晒。嗱、啊，搞到随时总书记都未必嚟到香港。咪咯。搞到总书记唔能够心系我哋香港啊！屌你老味，系啦，麻鬼烦。因为呢啲人，因为累事，累事，唔系啊，未上任咁样嘅，未上任已经咁啊，咪咯，未上任咁啊，上咗任仲得掂嘅，即系咯，即系影捻衰晒，即系即系呢下真系捻嬲啊！真系啊！另外仲有一个边个啊？边个？肥妈咯，肥妈啊，咁样呢、這个又搞笑。嗯，留在家中房间隔离。嗯，咩你讲你都唔通噶嘛，系嘛？明明话要去梗系方舱医院啦，屌你老味，好过私家医院。你话好过私家医院、啊，你唔嗱临即刻扑入去啊？好过私家医院、啊，咪咯。头先你当去 station 都好啊，大佬，屌你老味，好啊。即系同埋又系，即系点觉得咧？呢个肥婆又咁乸渣嘅。咪咯，好地地点会染疫噶？咪已经过最高峰嘅时期啦。咪咯，黐线嘅，屌！即系你谂下，你往对，你点样面对我哋呢啲咁努力咁抗疫嘅人咧？嗯，我打针咧，连节目都要坐喺屋企做嘅。咪咯，屌！我哋都瞓紧线面对面啦，系嘛？咪咯，屌你陈国基啲真系啊！